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，我们继续讲布局。好，迷你中国流布局呢，我们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这几年呢下的呢非常的多，所以内容也很多，我们还是继续要看。画飞猜，白棋分头。这个布局呢，在经过了这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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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，又发明出了这一步啊，说明在这一代呢棋手呢是不停的创新啊，又下出来这步碰。我们来看看这步碰的意思是什么。这大概这个棋呢是在2003年下出来的，一起碰碰呢，白棋如果长，那正中黑棋意图，黑棋就贴，也没关系，不怕他二子头，他如果搬你就断，因为这边呢黑棋这边也有子，这边也有子，长他就跳，你尖他就虎，你挤他接住，这样白棋呢是两块，黑棋这块是活的，这样的话这一个就这一块，对白棋两块，这样作战呢白棋不利。不能搬之后，如果继续退，那他就继续贴，如果再退，那再贴，这有点像初学者下的了。好，如果再退，那黑棋这块就非常大，他就飞，这个结构呢非常好。黑棋那白棋呢没有什么太好的手段，在这边如果挂这边他就硬，本来是立二拆三，他现在立三立四立五了，那就立的太多了，这个结构呢白棋不是满意，不很满意，有点窄。那挂这边，那黑棋呢还是小飞，那黑棋只要确保活了，那这一串呢连木都没有，这串没有木，所以这样白棋不满意，这是说他碰的一个本来意思。那我们再看如果下边搬怎么样呢，下边搬呢，当然首先呢要考虑能不能这个搬，那他会反搬，他打吃那就长，你吃这边他吃提了，黑棋把这个争掉，现在争子是有利的，那白棋这步贴是先手，黑棋呢可以提可以退，这两步都可以下，一般是把它提掉，提掉他从这儿挂进来，这样一个局面，这样一个局面呢还有些乱，有些乱。这样有点乱，但是实际上你搬呢黑棋这棋退就可以，退就可以，你爬它就退，它也不用搬头，你再爬没有意义，再爬它是挡住，它这有子你断不了，那你接下来呢就两步，一个是长，但你如果长它就可以逼过来了，限制你走这步，它可以先点掉，这也不能让它吃啊，你接住它小尖，这个棋是没有的，跳它可以爬，你退它就把这个吃了，这个白的不行，所以这个点是点得着，点它只有接住，接住黑棋小尖，这样的话黑棋你看这边呢也得了，这边也得了，白棋这个呢下边有一只后手眼呢，这个结果白棋不行，打入进来没有活啊，没有形成根，木也没破着也没活，所以这个结果不行。那它不能长，只要不能长往哪儿猜还是个问题，那么猜大它就不会搬了，猜大它还是来打入，你如果长那它还是尖，白棋就更不好了，你接它再跳出去，这个都不行，所以不能猜大只能猜小，那这个形状呢就有点局促，这个形状还会搬退啊，这个形状有点局促，黑棋这边呢比较大，那接着呢它就会走这个或者走这个，走这边你飞它就不理了，它来乘这边你再走别的呢它就可以跳起来，黑棋呢这个压得它比较扁，这个结果白棋呢不太满意，所以这几步呢都不太肯下，这样的话白棋呢就是上扳，上扳，那黑棋退，这是普通的下法，现在一般呢碰就上扳，它长，那黑棋呢好，首先想的是接住，接住怎么办，接住黑棋呢
有两种，一种是拐起来，一种是飞这边，这两种下法呢都有。我们先看它飞，飞，飞的话，白棋呢首先要想哈，你这个结构也不是太好，先打进来怎么样啊？首先要看打入进来会怎么样。打入黑棋只能拐出来，这个子不，这两个不能给他吃了，这两个被他吃了的话，那不行，这俩被吃了不行，所以黑棋只有拐出来，把这个跑出来，这样呢它是两块，那就接着就看白棋在这地方怎么动手。白棋呢一个是碰这个，碰三三，你如果长是稳健的下法，你长它就爬一步，你再长他就搬，把这地方打个定式，搬他就挡，接他就接，好，跳出来。这个结果的话呢，从这儿跳出来，黑棋这两个子结构呢不是挺好，不是很好，那就相当于这样的棋，这样的棋呢，这样的棋比较呢正常的一盘棋，但是这个结果呢，黑棋这个结构不大好，因为黑棋这边配置虽然还行，但这个配置不大好，给白棋从这儿跳出来呢，这两个子呢不好，那还不如飞了拆二，那结果也比这个好，那样也不算很好，所以黑棋这边结果呢稍微差一些，这个结构不好，但是白棋这几步呢也不是太好，长黑棋拐，白棋这步拐下去啊不好，应该往上走，应该往上走，因为这步拐下去呢，这明显的要被黑棋攻过来，黑棋攻过来，所以白棋这个不好，那等于黑棋这儿不好，白棋这儿不好，所以总的说来呢还是两分，差不太多，这个结果他退。一人走一步不好的棋，这个拐下来不好，黑棋的结构呢就除了这儿不好，这个子也还行，那白棋呢这个有点超之过急，是对这个结果的判断。好，打入拐，那白棋呢碰，但是说呢你碰它长，你爬它退，你到这儿搬簪的时候，由于这地方子呢比较多，那黑棋呢也不见得粘这一步，黑棋呢拐下来，注意这步棋呢也是不错的一步棋，很好的感觉，拐下来，因为这儿呢已经很局促了，就不要了，给它断，它就有断，断了你就搭住，这步下不出手啊，这步太糟糕了，是先中后，你就是拱完粘它以后弯呀，这接呀，这些都是先手，这样黑棋非常厚，这边非常厚，这三个很薄，所以它不能顶，顶太难看了，所以它打吃，将来有冲啊断啊，多少还有一些棋他打吃，那黑棋呢从这儿还是继续攻过来，这个结果呢黑棋呢还是可以，黑棋比较主动，因为拐到这儿呢这边的结构比较好了，主要看就立二拆三呢，这个结构也可以，这边也行，白棋这三个虽然把脚破了，但这三个呢显得重，这三个太重了，将来是被攻击的对象，所以这个步这个样子白棋不大好，所以他就不能碰，碰他就简单的长，结果不大好，那他就看来碰，碰这一步，他那步不能碰，他换一个来碰，对，来碰这一步，碰这一步的意思呢，你如果搬，他正好一退，这黑棋就比较为难了，黑棋如果跑这边，那他断是先手，你只有打，你只有打，那他一搬，这三个要死了，跑不出来，你如果弯，它可以长，可以压，压也可以，你不能走这步，你走这个它打吃是先手，打吃是先手，你提了或者接住它一挡，这几个死了，所以这一弯跑不掉了，跑不掉白棋，跑不掉白棋就打好了，这三个死了，所以一靠不能搬，搬一退，接这个也不行，接这步它还是一搬，你弯的话它一飞，这也非常的危险，也是要死，你即使活呢这搬也搬呀，虎啊，这个黑棋从这儿搬，白棋这搬了虎都有借用，所以这样也是黑棋不行，那所以靠注意它不能搬，那不能搬它就得从这头来顶，你如果退，他
他就冲，你如果再退，这手他就再冲，可以这手他就可以弃这三个了。虽然跑出来也可以，但他也可以弃。你如果搬，他这上头搬一下，搬的白棋很难受，搬的很难受，因为他接起来很委屈，他接的话再搬，那挡他就再接，他还得补，还不知道补在哪儿，补到这儿接，那黑棋这以后这飞还是先手，这个白棋不行，干吃了三个，黑棋这块非常大，那他就从这儿飞了尖，或者直接一跳啊，这块空太大了。黑棋这儿已经走了一个了，这儿又围了一块空，这个结果白棋不行，因为这个还不算很厚，将就不算很厚，这两头太大了，尤其这头，这头这块空太大了，所以这样它不行，有一个出出来，所以扳头这样它不行，接不行，立也不行。如果立的话，它有挖，你要能立着还行，立的话它有挖，你不能吃外边。因为你吃外边它就接住，这有个双吃笑吃，你如果补的话它一接，这样黑棋快一气，因为你一搬簪它一收气，黑棋快一气，所以你挖它只能吃，你挖它就不行了，吃哪边也不行，所以它不能立下去。因为他你挖他如果吃这吃里边接，他不能拖，他只能搬，搬你挡他一接，这下你等于上头还多一打，上头多一打，你这儿又多一个挡，他只有尖，你以后立还是先手，立还是有个先手立，这边就非常的厚，虽然是非常厚，他这个都不用补了，你把它吃了之后，那他再占大场再来挂，这也是大同小异，白棋不行，这个太大了。所以这个一打入，黑棋拐，那白棋靠，黑棋顶的时候他退也不行，那就只有挡住，挡住他就扳过，这个棋不要粘，注意这个棋粘给他退，什么棋都没了，那他搬这个火脚，这黑棋就要打了，这个不要搬了，因为搬他纵然接住，这也有拆二，所以白棋打掉这个，黑棋打掉这个，那白棋下步比较为难，这棋你如果吃他就提了，这个搬不住，因为你搬住他这有挖，你打吃的时候他也不打劫，他就到这断，你不能吃了，你吃它是双吃，你踢它对吧，你踢，你不能吃，不能吃，这个形状被一断，这个踢老踢这个没用啊，老踢这个没用，所以这个形状不好，它搬的话老有断，所以他呢现在就吃这个，他要做活这一块，他就吃这一步，你踢的话他打，那他吃这个，然后吃他一看反正你也比较重复了，他就踢了，就下成这样飞，他把这个脚守住，那黑棋但是呢把这儿吃了两个，这块也完全活了，这块也完全活了，这儿也飞着了，这儿也有一块，是这个结果呢，是个大致是个两分，这个结果，那这个没有，因为走完之后他呢从这儿再攻过来，他会跑，他再攻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，这个局面呢大致两分吧，黑棋稍微主动一点，因为你这地方你如果压它爬啊，这个没眼，这块没有眼，你如果挡它就贴起来，那这块还不活，这是白棋比较讨厌的地方，你如果搬簪它就顶，这块没有完全活，加可以加一下力，反正还得补活，补活之前补一个，这黑棋呢也补一个，这儿有棋，黑棋一人补一个，黑棋这块也挺大，这也挺厚，是这样一个局面，这个黑棋还可以，这白棋打入的几个结果，从这几个结果看来呢，白棋打入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，因为它就拐着，你靠的话它又顶，你要是松了就不行，下松了它就跑出来，就是你尖这些不行，尖它贴，你再扳它弯，
你压不住它，这个不行，太松了。所以下成这样之后，打入这一招呢没了，打入没的时候呢，它就不打入了。好，它就压，这不是正招，压下的多。黑棋跳，黑棋想在这抢先手，这个先手是跳，那白棋挖，把这块先走后了，那黑棋打吃，白棋一接是碰的结果，碰扳长，嗯，他接他就小飞，压就跳，挖打吃一接，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黑棋呢一般是脱先了，因为黑棋没有太好的下法，贴的话他将来还是这地方还是有一段，你打吃他一打能把这两个吃掉，所以黑棋暂时不走了，就暂时不走就飞，这棋黑棋呢速度比较快，但是白棋比较厚，黑棋把这儿得了，这儿得了，这个脚呢也基本上在握，所以来飞，黑棋速度比较快，那么白棋呢这儿也暂时不走，走了啊，白棋飞这一步是这一带的一个要点，挺大，没有棋走了，黑棋分头，那么分头完，白棋就面临的两步下法，一步是逼这边，为注重这一块，一个是猜这边，注重这一块，就是这个定式之后，这个下法之后，基本上呢很多盘呢都下成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就是两种下法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，好，黑棋逼这边，逼这边，逼这边之前，那他一般就会把这个尖掉，把这个尖掉，因为要是拆这个他就不尖，好，他现在尖掉这个，这步跟黑棋这个交换，他就从这头逼，这头逼，黑棋拆，那白棋呢一般占大场比较多，哎呦，从这儿来，哎，逃他这块，因为这儿厚了嘛，来破他这边，这个下法多一些，但也有，好，这步也有人下点，你要挡他就盖，因为白棋呢还是想把这儿下后，总是担心，因为黑棋这边给他走后之后呢，这里边有棋，这个角有棋有靠，嗯，这个叫有靠呀，有点呀，这个里面有棋，所以白棋走这边呢，主要还是说呢，想通过压迫这块把这儿撞后，把这儿撞后呢，这里边没棋了，这是他的主要目的，所以他才来点。但是现在呢，这块呢不是特别厚，黑棋就不会老老实实挡了，因为你挡他就盖住，那你挖他就打吃，你接他就退，对，他把这边越下越厚，你打吃他就退，这边越下越厚之后呢，那这里边就没棋了，还能把外头呢也跟能跟这边呢遥相呼应上，跟这边所以一点黑棋贴起来，嗯，不甘示弱，白棋还是压，黑棋注意不要急着往回跑，黑棋就压这一步，压这一步压得他比较难受，这棋注意不能顶，因为你顶的话他底下有一夹，嗯，很难办，你不能吃上边，吃上边他就吃这一步，你提了他再打，那你接了他以后还有长进去，还有长进去，这样不行，他可以先虎外边，待会儿有长，白棋这还差一手，所以这个不行，给他加一下很难受，所以压。那么有的时候会立，但是现在呢也不肯立，因为现在你立的话他顶啊，没棋走了顶的，你挡给他扳住，哦，这样也不行，所以这步靠一步是次序，好的次序啊，他只能退，他退完你再退这个，他会接住就小尖啊，把这儿的毛病补了，补了之后呢这里边有顶有扳，把这块补厚了，那白棋呢还是得走一步，白棋顶住，那顶住呢主要是想让这边就没棋了，把这儿补住，那这块呢对黑棋还有些威胁，那下成这样，现在这样黑棋抢先手了，脱先了，脱先呢这一带呢怎么样消这个，那还是个问题，好，这棋他就会攒这步大场，大场就下成呢这样的一个局面，以后的大致呢他肯定会来打入啊，一定会，不打入肯定不行，黑棋因为白棋呢现在厚，黑棋空多，所以白棋呢必定来打入，白棋打入呢黑棋就跑，那白棋走，那黑棋还比较贪心，黑棋这步是好棋，先把角加强，那逃之前先把该拿的拿到，他就走这步，因为现在白棋厚，还把这儿补强，那白棋
不肯给他渡，他连这下也点掉，点掉呢为了把这儿加强了。然后黑棋呢这步坚是好手，不要这种没有目标的跳啊，坚是好棋，你下后了，你让他贴，他贴呢你就跳，那他长你就补，这样呢他这一条棍儿跟这一条棍儿走的呢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好，不发挥不发挥，所以白棋也不肯这样下，所以他这个逼这个尖这个跳这几招呢是好棋呢，白棋呢会从这儿渡过。从这儿渡过之后就要注意呢，面对这个局面还是要一定要从这儿想办法，白棋从这儿逼完呢这个子呢就差一些，不是在这儿，只要不是在这儿，黑棋还是要怎么也要从这个角想办法，这个布局从这边逼的一个布局的要点要从那个角想办法。那实际上呢实战也是，他就从这儿点啊，点的他不太肯粘啊，他就会来反击，他如果粘就算了啊，粘的话他里头呢还是会有棋，这边有点不肯，因为这个也不活对吧，白棋啊到处后，哎不肯接，这个接一个太难，不肯，他就从这边走反攻啊，黑棋点一步好棋，点他就冲断，那黑棋就不从这儿走了，黑棋还是要从这儿来，那边的变化呢就很乱了，这个也超出这个布局的范围呢，大高呢他会走这儿就走，他没想活，就是想怎么样走些借用啊，对，借被他大概会冲完了家，他会冲完这个街，他冲完这个街，他可以也冲完街，那你必须爬这个，他可以先把这个走掉啊，冲完了他街你就只有爬这个，但是走成这样他先不走，他就先这儿冲一下，这还有棋，如果冲完了街，大约你就得爬，要不然的话给他一冲一跳是进火，被冲完了你只有爬这个他再从这儿来冲，他可以把这个也冲掉，把这个也冲掉，他再冲这个，你如果挡啊，他就挖，看来的你打他就打，这就进入中盘呢比较乱，你如果走别的你点呀什么他就加，反正就在这儿呢进行比较乱了，在这一带进行，黑棋要设法在这儿弄出棋来，应该也是有棋的，实战也是有棋，黑棋在这一边，但是这样就进入中盘战了。好，这一带呢那就这样，这个布局呢走完走这儿碰扳退接，他飞那白棋就把他压了，挖完之后黑棋飞这个之后，白棋守这个，那就是从这讲的是从这边逼的情况。这边逼的情况就是黑棋要时刻惦记着从这个角来想办法，别管他走了几手，要从那儿想办法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，从另外一个方向逼过去会是什么样子。这边还是一样，这边还是碰，你扳他就退，这步没有，你接他飞，那还是压，你打入刚才摆了不好，压了跳，他还是挖打，这步挖粘非常厚啊，他不走了，他飞把这块补强，把这块补强，那他现在还是飞，那分头刚才呢从这边逼过来，看来效果不是特好，那白棋就尝试的从这边逼，这边逼呢黑棋呢有几种下法，一个是走这一步，但走这个嘛他会尖，你爬他会跳，这时候注意呢不能长了，因为你长的话，长或者挖的话他都是打吃，你接这时候他尖啊，这时候你不能断，你只能顶，完了爬过，这还白棋还待会儿给他尖一下，这还得硬，要不然给他一爬死了，还得硬一步，这个黑棋太委屈了，都走的二路，白棋这儿还尖着一下，这儿比较厚，所以这个结果不行，黑棋那么他外尖他就只能爬，爬他跳，他就靠这一步，他顶，他就立，
它唬住啊，成了这样一个结果。那里边呢，基本上是活的，那黑棋呢再来走别的，是走成这样一个结果。但是呢，黑棋白棋这盘棋呢，这儿比较厚，那这地方被白棋做大了之后呢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。这边比较厚，所以这棋呢，黑棋没有这样下，那黑棋就采用拆的手段。黑棋拆，拆二，那白棋这顺势一尖，这还是因为这儿厚，他就没往上长，因为上长呢以后被他有搬粘，其实他是下力的啊，是这样的一盘棋啊，那就下力，下力之后，一白棋再从这儿掏过来破他这块空，这样的一盘棋才有掏破对这块空。但是他呢也可以从这儿先来点，这个点是个要点，这个布局你如果挡是，如果挡他这儿就有一个断，这个局部挡他有断，你如果吃这个他上头一吃你还不能接啊，你不能接，你要是提了他一贴啊，就把这块呢轻松破了，你看这块空就破掉了，破掉这还留着打入，所以这个局部呢点是要点。那黑棋如果不肯，那飞出去，因为挡的话给他一断很难受，你打吃他拐打，你提着给他压住他很难受，所以点他就飞出来。那飞出来之后呢，他就有这儿就有点，他这儿就有点，你接住他就爬，这先点再爬，你挡，那他就在这儿拆个二，这儿拆个二呢，也把黑棋这块空破掉了，所以这个结果呢，这个布局这样下呢，白棋还是比较成功的。这就要学会这儿有一个点，这白棋走完这边之后，你还能走这边。这个形状呢下成这样呢，它也有这一步，这个也有，这个也是，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黑棋呢就不飞这个了，黑棋呢就来挂这个，就来挂这个，那它来夹也是，那它就飞，它就飞，那黑棋呢希望这儿来抢个先手，扳就退，你顶它就跳，那你扳它就接，你压它就退。黑棋虎，黑棋希望这儿抢个先手，但这时候白棋由于全局后，这时候注意一定不要下这一步，下这一步再给他一飞，这样布局他就领先了，因为他的后势呢都不发挥，黑棋这块活了，这块活了，这都活了，这块也活了，所以这样他就不发挥，所以这样的棋白棋就要抢先一步啊，从这儿打入，抢先一步打入，那黑棋呢看黑棋怎么办，那从这儿就展开战斗了。黑棋呢大致会震一步，他震的时候注意白棋不要从这儿尖出来，白棋从这儿尖，黑棋正好一补啊，顺势把这儿补住，那那边再说，他把这块空补住了，因为这块空总是差一手，差一个点，这有个点，所以你尖呢顺势补住这是不好的，只要注意。那么白棋所以一定要从这边跑，这边跑呢黑棋呢就先把这块处理好，他会搬了搬，打吃他接，那你接这边，这时候注意不要爬回来，他就把这个吃掉，你长他就挡，啊，你拐他就搬，把那边吃掉，这时候白棋呢再从这儿来，再从这儿来打入，是这盘这个布局的一个情况。那个别着急，不要他，因为他也不会爬过，他爬过的时候你顶就成先手，你就接住，这个也不见得便宜，所以那个不要急的挡下去，就成了这样一个布局。好了，这个布局呢主要就是说要点就是白棋一定要压完这个，压完这个然后挖粘，那黑棋呢要补这步，这个飞，如果是星位的时候啊，那就分头，分头记住呢一定要逼，从这边逼过去，如果是小目，白棋就在这一带注意呢不要落后手，这是然后打入的话，这个棋这个是要点，打它如果一挡呢，这有个断的手段，这是要学会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